是星星，今天呢带你们逛吃一下我最喜欢的菜市场四里菜市场。因为我的初中是在这边的湖滨中学读的嘛，然后它最近快要拆迁了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舍，这里承载着我整个青春期的回忆。然后现在就带你们去逛吃一下四里菜市场都有什么好吃的呢。那我们现在出发 GO GO。 我初中时期的午餐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菜市场里解决的，它这里藏着非常多好吃的，可能很多营销号之类的发的都是沙茶面啊，或者是那家四果汤，其实它还是有很多隐藏小吃。我现在就带你们一家一家吃过去。这个菜市场我记得卖的最多的就是花，然后还有水果、海鲜呀什么的。我们家一般之前都是去巴士菜市场。来了四里，怎么能不吃四里的沙茶面呢？它的发家起源地就在四里菜市场里。然后它其实原本是在幼儿园这个位置的，但是之前它发生了一场火灾，然后就搬到对面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吃它之前呢，要先去买一条五香，这是老粉应该都知道的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再去那个东东炸料买一点炸的东西。这是我的东东炸料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吃沙茶面吧。这碗超多料的沙茶面是25块钱。加了瘦肉、包心丸、鸭血、米血，哇，还有大肠。你们看，这个是他们家汤头，我觉得他们家汤头算是岛内的这种平价沙茶面里真的是蛮浓稠的了，而且蒜味非常浓郁。这个价格来说真的是蛮良心的，他们家我觉得都不会因为说游客特别多然后就坐地起价。在吃沙茶面之前，我们先来试试这个东东炸料。他们家的炸料就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闽南的那种鲨鱼炸，就真的是跟我家里炸的是一样，我阿嬷也经常做这种鲨鱼炸。然后吃这种炸料呢，一定要配厦门甜辣酱，但是今天环境有限，我们就没有甜辣酱。嗯，好喝。他们家鲨鱼炸我觉得很好吃，调味刚刚好，就完全不会说没有沾酱料就寡淡无味的那种感觉。而它皮真的超脆，因为我趁热吃，里面的肉真的非常饱满。这个是他们家醋肉，那个阿姨帮我复炸过，所以它会有一点温温热热的温度。他们家醋肉我觉得比较一般，没有那么重的醋味。这个是芋丸，我之前微博有发过那个芋丸浇成，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吃，真的很好吃哦。芋丸也很正宗，就是我们家里会做出来的那种芋丸的味道。然后你们如果想试试的话，可以去买来试试看，好吃。这鸭血真的好多汁，一口爆汁。我超爱吃他们家这个超大的丸子，快爆汁，然后很幸福。我吃完沙茶面来，然后那家店就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的沙茶面店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不会出错的那种类型的沙茶面，价格非常实惠，然后又很料足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一家冬粉鸭。
我选的是鸭腿的。吃的是他们家的鸭肉，我觉得很大块耶。先来喝一口清汤。嗯，好新鲜啊，这个汤。鸭肉超饱满的，很嫩很嫩，然后沾这个蒜蓉汁，哇，超香的。他们家冬粉鸭我觉得特点就是汤头非常清甜，然后它冬菜味不会那么重。这个小胖卤味它其实不是老店，它是最近几年比较红的，它原本是摆摊，然后现在开了个店，据说非常好吃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我的卤味，我要带着我的卤味去吃别的东西啦。我们现在来吃我小时候超爱的豆皮烧麦，然后就是四里麻辣烫旁边这家上海包子店，带着我的东西来吃四里麻辣烫。因为我们吃了太多家了，所以就拿一点点。我先来吃一下我的豆皮烧麦。这个烧麦我以前跟我的朋友，以前就是初中的时候，中午都很穷嘛，我的钱拿去小卖部拿买一些什么炸鸡腿啊什么的，我中午就没有钱吃饭，然后我就去买这个豆皮烧麦。因为我妈妈以前只给我15块钱还是10块钱，我忘了，因为她就是为了不让我在外面乱吃，但是没有钱也阻挡不了我乱吃的脚步。它这个豆皮烧麦真的是我在别的包子店没有看到，它外面是这种豆皮，然后里面就是正常烧麦的那种味道。话会更好吃，外面就是那种豆腐的皮，很香，很有豆腐的香味，那种豆皮的香味。它口感会比普通的那种烧麦好很多。这个是我的小胖卤味，我之前吃那个四果汤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它摊子在前面大排长龙，真的超夸张。然后我吃卤料呢，很喜欢吃这个笋，因为很脆很多汁，它的蒜味很重。我喜欢吃他们家笋，我觉得他们家腌制的味道不会太过头，就是不会让你觉得是那种老卤水的感觉，会比较清爽一点。再来吃个鸡肘，他们家鸡脚卤的好有那种胶原蛋白的感觉，非常嫩非常糯的那种，它不是那种软烂的，它是软糯。觉得这家卤味就还好吧，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。我最喜欢的卤味还是厦门人的最爱蒸蒸卤味，因为他们家的味道是真的很会让你很有记忆点的。然后这家小胖卤味就给我感觉还好，可能就是味道比较清爽干净而已，然后其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。这家之前其实我有拍过一个视频，看见视频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家其实算是蛮好吃的麻辣烫。他们家炸扁食我觉得很好吃，外面脆脆的，然后里面包着那种肉馅，超级香，香肠。这种炸开花是最好吃的。我吃完四里麻辣烫了，然后我觉得它真的挺好吃的，就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油腻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喝四果汤。
以前中午放学呢都是走这条路，然后去四里菜市场吃东西，菜市场就在那边，然后学校就在前面。这家光头佬炸酱面我觉得也很好吃，然后它是在我中考的那一年开的，好像是12年，然后这边都是这种老房子。以前初中的时候呢，我妈妈就为了我读书，因为我们家离学校比较远嘛，所以就为了我读书，然后就在三里这种老房子租了一间。就是那时候会觉得说居住环境真的是蛮差的，因为这边房子的地基就这块地好像都是以前填海填起来的，所以它地基就是蛮不稳的，每次那种台湾小地震这边房子都会摇的超夸张的。然后学校在这里，我们现在要去吃四果汤。拐角这家店呢，以前是一对爷爷奶奶，然后每天中午都会去学校门口卖咖喱饭，晚上就回来这边卖烧烤，然后现在变成中介店。现在学校要扩建，然后就把整条路都封起来了一大部分，四果汤门口就座位就会变得比较少。这家也是我中考那年开的，12年开到现在，然后之前一直都是5块钱，现在涨到8块钱。老板是这个阿姨，然后她真的是开了很久，一直都在这边做四果汤。老板，我那个好吗？是这个最原始的四果汤就是要这种铁碗配铁汤匙。他们家四果汤我觉得跟漳州的那种味道是差不多的，而且我觉得反而比漳州那家什么公园后门还好吃。我以前真的是超夸张，从高中跑过来吃。他们家糖水的味道是最正的那种。夏天的时候坐在路边吃一碗真的是爽翻天。好吃。吃完刚刚麻辣烫那么油腻的东西，来一碗这个真的是非常绝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四里菜市场逛吃就到这边，然后今天一共吃了8家店，真的是非常多。然后这期视频呢，其实就是纪念一下我的学校周边的好吃的，因为四里菜市场要拆迁了嘛，然后我对它其实还是有很多不舍的，大家也可以趁着它还没有拆迁的时候多去吃一下它里面。